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这里是有一说一，我是严守一。今天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，你是宠物吗？啊，这个，对不起啊，再来一遍，哎，非常对不起，哎，再来一遍。严老师今天怎么了？明显心不在焉呢。晚上好，观众朋友们，这里是有一说一，我是严守一。收了吧。为什么？那天你新书发布会，我跟着五月去他房间了，也不知怎么的，不小心就把手机给摁了，摁出于文坚电话去了。但是我跟五月真是什么事都没发生啊，可是他什么都听见了，就这么个事儿。少乙啊，你怎么惹这麻烦呢？我没惹呀。这麻烦他自己找上门的，我跟你保证，真的，我是什么事儿都没发生。我告诉你，麻烦就麻烦在这儿，这男女之间就怕似是而非，叫人乱猜，怎么猜都行。要不我去跟文君谈谈？他这人性格你还不知道，外圆内方。当初我跟他那点事儿，他妈就一直不同意，他就没听他妈的。估计这回啊，也不会听别人。那你想咋办啊？问题他不发火，你知道吗？他要不发火，就是他最愤怒的时候。他要跟我说出来，我觉得这事儿还有戏。这回可能是真把他伤着了。我告诉你，严守一，你为这事儿上娱乐头条，不值。电话，严先生，晚上什么时候回家？我这开会呢，开完了就回去。什么事？晚上我姐要跟你谈离婚协议，请准时出席。嗯，真的要离啊？有可能。谁出的事儿啊？严守一，就别问了。事儿都出来不让问，跟谁啊？五月。我早就觉得他们俩得出事儿。你好歹也是一个有知识的女人，能不八卦吗？有知识的女人也是女人啊。怎么不能八卦呀？再说我这也不是八卦呀。我跟于文娟挺好的，我得劝劝她，坚决不能同意离婚，离婚就便宜了严守一了。你跟人家的事儿瞎掺和什么呀？我告诉你啊，老费，以后离那五月远点，那就是一狐狸精。什么狐狸精？别跟人瞎说。本来就是，还一狐狸精，我没说呢。谁呀？刘丹。怎么说着说着又跑这儿来了？人招你惹你了？
那你不是一直都崇拜着你的吗？你也一直崇拜我呀。你看，不打自招了吧？我告诉你啊，老费，在作风问题上，严守一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你别在这嚷嚷。怎么了？我跟守一一样吗？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都是男的。哎，你说严守一跟我这真有事儿？你说呢？跟这严守一比起来，你还真属于那老实的。才知道。哎，你干什么呀？啊？你干嘛呢？治肩周炎。你肩膀又疼了？没事。我最近对你是不是有点过分？你可说了句公道话，不容易。燕儿啊，你说过去咱俩打架吧，也打，那是爬坡。现在可倒好，直接你就给我陡壁悬崖，让我往下跳了。那也是生活太陡峭了，谁让我越来越老呢？哎，我缝了双眼，拿来试试。扔了。你疯了？那花钱买的？哎，你让我扔到垃圾桶的。那你再给我买一个行吗？你打死我吧，那个地儿我绝对不会再去了。我自己买，我也有钱，怎么着吧？你是名人，咱们就别找律师了，省得给你添麻烦。我什么都不要，就把这几年我自己的工资拿走。我走之前会给你一张物品的清单，告诉你东西都放在哪儿。至于吗？至于。我有洁癖，你早就知道。咱俩就非得走这一步？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这一步，是下一步。这可是轰动中国娱乐圈的一个大事儿，要不是我姐心地善良，把这事儿给压下去了，以我的意思，直接开一新闻发布会，把严守一的丑行给他公布于天下。哇，你这也太狠了吧！你叔更狠，那就是现场直播呀，我姐当场就晕倒在地。我叔也不是故意的，你说是不是妈？嗯，是，不是故意的，这种事儿不可能故意。哎，彩云，你不是不待见你叔吗？怎么替他说话呢？到底是咱们近还是你跟他近啊？就是因为跟你近才这样说嘛。我不想你姐跟我叔离，我觉得他俩以前挺好的，不像我爸跟我妈一天没几句话，一说话就抬杠来着。嗯，对，那个问儿啊，你劝劝你姐姐呗，这婚非离不可呀。说实话，我也不想让我姐离，可我姐那脾气谁也劝不住。当年我妈死活不让她嫁给严守一，俩人为这事儿差点断绝母女关系，到现在还僵着呢。为啥呀？我叔那可是明星呢。你叔那时候就是一小职员，狗屁也不是。我姐小时候，我妈就给她定了规矩，两种人不能嫁。哪两种人啊？第一，姓严的不能嫁。严守一的严，颜色的严，阎王的严，这都不行。第二，不能嫁给出头鸟。哎，那我叔这两个都占了，为什么呢？你看啊，姓严和咱们吃的那个盐是同音，姓鱼呢和水里游的鱼是同音，鱼和盐在哪儿能碰上？那就是锅里面啊，不是被炸就是被炖啊，能有好下场吗？哇，你妈真迷信啊。我妈迷信？我姐这不就在锅里走了一遭吗？呼伦个就被炖了呀。哎，以前我还不信，这回我可真信了。回头我得对我妈态度好点。那第二条呢？不嫁出头鸟，那嫁缩头乌龟啊。枪打出头鸟啊，人怕出名，猪怕壮。我妈说了，我也得遵守这两点，姓严的不能娶，出头鸟也不能娶。
照这么说，咱俩没戏了。你是鱼在海里，我是牛在陆地上，还要在一块儿。我又到不了海里，你又到不了陆地上，非饿死一个不可。我看呀，你这鱼就别惦记我这牛了。彩云，你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呀！回去多看看书吧。鱼有两栖的鱼，海里陆地随便跑；牛还有水牛、海牛。所以说啊，鱼和牛本来就是一家。是一家也不行啊，我还非得当那出头鸟，因为我非红不可。咱俩肯定没戏了。哎，你先别说这个，这还说不着。那文豪，那你姐现在是怎么打算的呀？我姐是个脸面人，反正现在工作已经是辞了，就等着办完离婚手续回常州住一段。啊，那你呢？我得送她回去啊，不过我马上就回来，因为我的事业之根还在北京，尤其不是还有你呢吗？啊，那个文豪，时间不早了，彩云，你送她回去吧，你回家去陪你姐好好说说话啊，我不留你了。哦，走吧。哦，奶，你也吃个鸡蛋吧，我要全吃了吧，有点过意不去。我不吃，你吃吧。那不吃了，浪费了可惜啊。奶，你想啥呢？我呀，在想个人。石头明天就见着了，别想了。我不是想石头，我是想啊，我们祖宗那辈上那个老人。他呀，就是死在这个洛阳到北京这条道上的。奶，他是为啥呀？为啥死的？乾隆爷请他吃饭，不光他自个儿，好多老头呢。啊，他们足足走了一年才到了京城，吃完这顿饭呢，就往回走。再回来这道上，这人就不中了。他捎回来一句话，就说：“这一辈子吃了一顿吧最好吃的饭，值。”哦，吃顿饭能吃出人命来，这乾隆爷不着调啊？不是他不着调，是这路忒长了。啊，你听没听见这车轮子？不停地转，足足跑了这么一夜了。哎呦，可是苦了我那石头。奶，再远咱不有手机吗？这一个号码拨过去就通了。咱们想说话说话，想拉呱拉呱。哎呦，什么长不长，短不短的，你那玩意儿，我可信不过。奶，你偏心啊，石头和你离得远。可是你的心跟他近，我和你吧离得近，但你又跟我远。这鞍前马后的不都是我照顾你吗？砖头子，你说话得嘴对着心啊，哪一点奶奶少疼你了？啊？反正我老是觉得吧，我这个砖头没石头硬。现在接受采访合适吗？我是能推早就推了，可是这家杂志他动不动就搞深度报道，咱们还是礼貌点的好。哎，你做事啊总想着万全。嘿，他总比万一强啊，我都怕了万一了。一会儿啊，咱们俩关于有一说一的问题一定要保持一致，要不然第二天他们就传出我们内部私分不利。这个事儿您清楚。
玉云娟那边的事儿？哎呀，他是铁了心的，我吧就怕我奶知道，你说也不知道怎么着，他还就知道了。要么把老太太请过来说道说道。别呀，我就怕他亲自跑过来说这事儿，事儿都跑一块儿了。错不了吧？我要去的是月亮河，这就是月亮河。北京不止这一个月亮河吧？全北京就这一月亮河。您说的没错，我就走的没错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错了，我可投诉你哈。北京我输得很。大哥，您付钱吧。现在上班高峰，我等着拉活了，钱不等人。张成，快把车费给人家。那你不都出门，咱们要多张个时间。发票，发票，我是有地方报销的人。坐呢，我的体质不太好。哎，姐，李时珍这些玩意儿还要吗？不要我就扔了，搁那了。哦。真要离啊！这大房子我倒是真喜欢，到时候你可得要下来啊！你要是不想住，留给我当创业基地也行啊。哎，谁？我看看啊。哎，姐，你叫收破烂的了？没有。你找谁？你谁呀？姐，好像是黑砖头。不可能吧？他来也得先打个电话呀。你去看看。哦，那我再问问。你找谁啊？验收仪、玉问卷、玉问海，那个谁在找谁？你到底谁呀？保姆还是保镖？是砖头哥。正是，聪明啊，看不住。还有我奶。哦，那你进来吧。姐，真是黑砖头，还有奶奶。奶奶。跟着火车整整跑了一夜，我就想见着你说一句话。咱不管石头做了啥，奶奶不求你原谅，奶奶先给你赔个不是。管家好好的，让我孙子媳妇受苦了。姐，你们进屋说吧。奶奶，进屋吧，砖头哥。您喝水。你好，这是文海吧？文海叫奶奶。奶奶。哎，这次啊，我走的急，
没给你带啥见面礼儿，有功夫到严家庄，奶奶给你打枣去。哎，啊，谢谢奶奶。喂，陪川子多坐坐。哦。李云海同志，请坐。你长得让我很意外。从电话里听你的声音，我判断你长得应该很丑陋，没想到你长得很皮特包。说起来，咱俩是亲戚，是先说点家常，还是先算算账？家常咱俩说不着，账得好好算算。这个账是得好好算算。第一笔账很清楚。我呢也不要什么利息了，你就把500块钱本金还给我就中，外加2只北京烤鸭，就是放真空袋那种烤鸭，都是亲戚，要利息就素了。第二笔账，你给我买假药的事儿，你得给我个说法，我回去给鲁智信个说法。账要是算，不能这么算，得算算你们严家和我们于家的大账。你这是赖账，你们家白石头是混账，你敢骂白石头，全国人民给你记。我告诉你。要不是我姐拦着，我管你什么白石头黑砖头，我这暴脾气上来我就是斧头。咦，你看把你弄的，你还斧头，斧头把我们镇上都有，就是被派出所一锅端了。那就是因为我不在，告诉你，没有我扛不住的事儿。我的亲奶奶，幸会幸会呀！从小我就36级在胸，事儿越大越好，我就怕事儿小没教头。你就是脸皮厚当强使，也很有自知之明，替我说的。文海，嚷嚷什么呢？啊，姐，没事，我们聊天呢。哎呀，弟妹呀，你就陪奶好好聊天吧。我和文海是相见恨晚呀，这是两个男人之间的激情。别干聊，给砖头哥沏壶茶。哦，谢谢。不用什么好茶，除了菊花甜不拉几，我不爱喝，别的都行。哎，你怎么紧张啊？笑容可掬一点。哎。哎，王庆哥，你好！哎，严老师，你好，好久不见，好，你好了吧？挺好的，您呢？请坐，请坐。费老师，哎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好，坐吧，坐吧。这事儿啊，听你这么一说，我也明白了。可千条路，万条路。作为一个家来说，这是一条最不该走的路啊。孩儿啊，能不能听奶奶一句啊？他呀，也就是年轻不定性，一时糊涂。你也知道。石头是最听奶奶的话，我要让他改，他一准能改。咱就让他一回，中吧？嗯？你呀，也别急着应我啊，也别为难自己，多子想好了。你再告诉奶奶，哦，不哭了。奶奶，你想吃什么，我去给你做。
因为韩同志做人要厚道。我说过我不爱喝菊花，你偏泡杯菊花，你故意的吧？凑合喝吧你啊，这么好的菊花到不了你们严家庄。哎呀，他呀就是一个种地的啊，没有多少文化，说话又直，你可担待着点啊。奶，你就会贬低自家人。奶，这砖头哥可了不得呀，是个人才啊，文化人，张口闭口就是36计。美国要是有了他帮忙，那恐怖分子早给灭了。哎呀，这么一个能人种地太可惜了。我就纳闷了，严家庄能搁下你这么一人才吗？他啥人才呀、啊、你才是人才呢。你看你这么年轻就在北京大地方干事儿了。奶，他不年轻了，他要留着胡须看着比我小不几岁。我那算法跟你算法不一样，我把那没结婚的都当成年轻人了。奶，你真是个明白人，你这个算法值得推广。严老师，费老师，这次访谈我想做得深入一点，因为我们这个谈话类节目从发展到今天，它似乎已经走了一个死胡同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谁说他是死胡同啊？我们没觉得，我们觉得我们一直应该算大路朝天，阳光明媚。严老师认为呢？在这个问题上，我跟费墨教授保持高度同意。严老师太极拳打得不错。哪里哪里，您别这么说。可下面这个问题呢，我只能提给您。您说，作为一名主持人，您会考虑运用新的主持模式和主持风格吗？严格的说，主持模式是由公司领导来决定的，主持风格那是由观众来决定的。我自己说了还真不算。贵公司的节目目前采取的是末尾淘汰制，有一说一，在收视率排行榜上目前排在最后几位。是你们有危机感吗？应该说还是我们在努力，我们一直在努力，对，寻找突破嘛，这个都是尝试着。哦，好，不好意思，王记者，我去处理点事儿，马上回来。费老师，你接着聊啊。对不起啊，没事。怎么了？你得跟我去看点东西。什么事儿这么着急？我这正访问着呢。我这事儿比你那事儿大多了，你跟我走吧。费老师，嗯。您如何评价严守一？严守一，我觉得他就像他自己的名字，表里如一。你们会一直合作下去吗？如果他们还需要我，我想会。如果节目被淘汰了怎么办？如果？对，这不还没淘汰吗？如果淘汰了，我会告诉你。怎么会有这东西？五月在操作的时候，应该不知道咱们的机器有自动备份功能。还有谁看过？应该没有了。这个功能只有在出错的时候才会自动调用。这台机器一般谁都用吗？我和蔡导用的比较多。别动我了。啊，谢谢小宝。您别忘了请客啊。喂。没事，今天早点回来，奶奶来了。哦，我马上回去。啊，对不起啊。爹，
手艺有点事儿，回不来了。他让我跟你说一声。可是这次访谈是严老师亲自答应的呀。是是是是，他一再说，但是他这个事儿对他很重要，家里的事儿，他奶奶来了。哦，奶奶来了，奶奶就这么重要？啊，哪个奶奶不重要？啊，另外一个，他也比较特殊。他这个奶奶吧，不光是他身体的故乡，也是他精神的故乡。他叫我向你表示，道歉。没关系。哟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你有什么你问我。喂，我是严守义啊。真出来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什么事儿，难过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。倒是你没什么事儿吧？一直也没敢给你打电话。我挺好的。那个房间的钥匙这两天我给你送不过去，我把地址告诉你，你自己去取好吗？好吧。再见。砍了那500块钱，你是不想还了？哎，你说点别的行不行？别因为这点鸡毛蒜皮的小事惊动老人。你要不想还也行，你给我写个告状书，我回去给老婆有个交代。就说你在北京流落街头，吃不上饭了，还不起。否则，要是我那喂猪娘们来找你，就不会像我这么彬彬有礼。我大不了用个鸡，他要上火了，直接上手挠死你。谁吃不上饭？谁流落街头了啊？看见我那笔记本电脑了吗？那就值个万八千呢。你那货给我，我还不要。行了行了行了，想要钱先赢了我再说。打这个我是强项啊，我要赢了你可不准赖账。陈总，奶奶不知在哪个屋，你自己找去。哦，可能在厨房了。慢点，快掉。该你了，厨房文明点。奶。你陪砖头哥去说会话吧，这儿有我就行了。要不要？怎么都不用呢？哎呀，你记账不够报。砖头，有话一会儿说，别站着了，给我倒杯水。跟他说话还挺有气势的。我现在不打他了，以前我常踢他。你输了。哎，我怎么能输呢？你就是输了。不对不对不对，这办事都过来扰乱军心了，这局不算。你说你过来干什么？我都输了，愿赌服输啊。讨厌你这掺和的。那这来，我给你看看。来，赶紧简单洗就行了。姑娘，我弟是高手。阿云买单。哎呀，一盘饺子买什么单啊？你每天送我回来都不知道怎么谢你呢。送你归送你，饺子归饺子，对不对，阿姨？一盘饺子算了吧。不行，阿姨，你要不收钱的话，以后我可没法再来吃这么好吃的饺子了。天，你这孩子。
吕桂花。五月，石头说，他说你今天会来拿钥匙的，在这儿，给，谢谢。饿不饿？吃完饺子？不了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嗯。我觉得他跟阿姨有点像。哪儿像？我也说不出来，就是感觉。我妈年轻时候比她漂亮多了。是吗？那当然了。从我身上，你没有感觉出来吗？感觉不到。我生气了，不跟你玩。嘿呀，逗你玩的。奶奶，到了北京了，就别急着回去。我陪您四处转转。对奶，故宫长城终于该视察视察。我也请两天假，咱出去转，有个车方便。不用，就让文娟一个人陪着我就行了。奶，我不寻思陪着你，我不放心。行，你跟着也好，见见世面。见啥世面？我知道你离不开我。我看你光挑肉嘛，来点。啊，再来个丸子。我跟你说，石头，生活中你得学会用鸡。你就说我和你嫂子吧，我随便用个鸡，她对我很热情啊，什么农活都不让我干了，我很自由，当然我也很自律。不过这个技啊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学会的。那什么，我到云云海那看看。嗯他有事请教我，你先睡吧。这人调皮呀你。想喝酒吗？好酒。好酒谁不想喝啊？那走吧。来。你这别是闹酒，自己看。我的奶奶，这么喝点好酒啊，这酒不便宜。算你还识货，走吧。你这不会是一鸡吧？跟你我用不着试剂，而且你那些剂都过时了。我现在用的是爱情36剂。哎，一听就不是什么正经剂。是你来，这个问孩也不跟我说到你这儿来。哎呀，嫂子，那个什么，我呀，我陪俺奶来处理摆石头事儿的。哦，行行，这个婶儿，给我们俩下点饺子，我们俩喝点酒。嗯，我给你包饺子。呀，这爪子。哦，对，这。老天，你这个人讲究，爱干净。哎，说就这么一瓶酒，500多吧？500多呀？来啊，你们
先喝着酒啊，饺子一会儿就中。你不是拿这个顶我那个钱吧？张嘴就是钱，一看就是村里来的。大头哥，哎，我上次给你买的那个药真是假的？人家医院鉴定过了，鲁智信到现在都不敢动嗓子。你说你真会祸害人。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，我就在路边一诊所买的。哎呀，这事儿我得向你道歉呀。哎，张大哥，为买假药这个事儿，我先自残三名。兄弟，好样的！我看出你的真诚来了。我估计那个事儿你也不是故意的，这个事儿就算了。不过哪个事儿不能算哈，老头哥，我说不还那都是气话，都是让你那弟给气的。这个账我肯定认，啊，哎，为了钱的事儿，我再自残三遍。不是，是。